唐奖是一项重要的国际大奖，在这场备受瞩目的盛会当中，颁奖典礼不仅要恰如其分地荣耀得奖者，更是展现唐奖精神的最佳场域。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join me in welcoming all the distinguished guests and the Tang Prize laureates.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afternoon. On behalf of the Tang Prize Foundation and its founder, Dr. Samuel Yin, I welcome you all to the 2016 Tang Prize Award Ceremony. 2 years ago, right here in this very hall, we celebrated the fourth year of prize. Now, in just a few minutes, we will award the 6 recipients of 2016。即将来临的第二届颁奖典礼，所有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完成了场地设计、施工工班，让空旷的舞台从无到有搭建成国际瞩目的焦点。从舞台动线规划、灯光音响、整体设计，在施工时不断的反复讨论，一次次将设计标准拉高，为的就是让颁奖典礼尽善尽美。那现在在做最后的修饰，完全在做修饰，然后现在在调 LED 里面的那个灯还要再加上去吗？对，它会再上去，因为它现在弄下来，因为我们的那个乐团在后面 ，OK， 所以他要打乐团的那个亮度，所以他现在在调灯。好 ，OK， 跟处长报告。好，谢谢。现场的我们的灯光、我们的音响、我们的口译以及我们的视讯，这个原则上一定要到现场去整个的会看过场地。所有种种的一些的细节都要不断去 ，Bin 的视讯 ，Bin 的灯光 ，Bin 的音响，人在哪里？两边有你们的箱子，今天晚上一定要清掉，人家要清洁走廊。8点前，外面两边走廊嘛。对，你们有你们的箱子。后面可以放，就是就走廊这边都不要摆，都不能摆，好，切记哦，好不好？有了第一届的经验，舞台的设计重视更多看不到的细节。我接触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代表我们国家、代表我们东方的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典礼。
定要找一个知名度高而且设计过国际的舞台，来从头好好的规划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说我们就找了一个曾淑敏一个设计，那他做过三金的设计舞台。我觉得我最感动的有几个 moment， 第一个是我看到那个舞台上那四个卷轴非常漂亮的从那个舞台这样一次这样展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很像自己站在那个舞台上那份荣耀。四个卷轴非常贴切的诠释了这个奖项的精神。工程师作以高标准要求，在颁奖典礼现场转播拍摄小组开始为正式典礼流程做准备。我们预计在三分钟之后总彩，那麻烦各位左右邻居该回来了，还要工作岗位的麻烦其他就位了，谢谢。OK， 好，因为我不能不可能架台子。等一下，你先降到底，让他我们这样。好，等一下哦，帅哥你导播麻烦 take 过后。好，过后。那吐好了，吐慢慢让他带到讲桌，还没升起来的讲桌。好，帅哥你看一下 monitor， 你升到顶，你算一下几秒。五四三二六，对，所有的三四 ，OK， 太高了，降一秒吧，降七秒，七秒，五秒看，好，我们剩一次五秒的，五秒，再试五秒看看。帅哥罗，因为作为一个得奖者身高的关系，因为我不能垫台，所以我们五秒就要停了，来，再来，再踹一次，再踹一次。预演就是为这个，对，没有关系， okay， 没有问题，有问题我们就会处理。因为他可能穿高跟鞋。对对，我们再踹一下。我可以，我现在可以对每一个得奖人的光吗？脸光跟他的那个支持的光吗？可以哈，好，那我就请，对我请其他的人都先回座了，然后我一个一个 check 他们的光哦，可以哈。OK 吗？脸光可以吗？确定脸光 OK， 我们就换人喽。稍等一下哦，谢谢。要将典礼现场盛况透过直播方式传送到观众眼前，典礼的流程就必须要精准掌握。预备区域的设置也陆续完成。可是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拉门，哦，还有一个拉门，你可以把它分成两间，了解吗？可以分成两间。男生一国，女生一国。对，没有，我们这边还有一间。以往这一间是给那个主持人的。对。所以说，因为他那边十五个人，所以说我们四个女生在这边。哪四个女生？哦，啊，你说那个我们得奖的四个女生 ？Ye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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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这一间，啊，其他在那边。那主持人去哪儿了吗？在二楼。哦，搬到二楼去。对，我就一个一个给你们介绍。好，谢谢。好，我们明天晚上会试那个玻璃。哦，哎，对，哎，你有准备那个鞋底胶条了吗？经历两届的参与，长荣交响乐团由首届的四大领域意涵当中挑选曲目。
到这次颁奖典礼以永续与传承为主题，特别以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以及史特劳斯家族的重要作品《春之声圆舞曲》作为典礼的主轴乐曲，更细腻地呈现出大地生生不息与奖项传承的意涵。从概念发想、设计到舞台成型，各协力团队进驻，颁奖典礼在众人期待下登场。长达一年的规划，只为了这一刻完美的呈现。礼赞四大领域的得奖者。